摄像机组了，采访你一下。采访啥呀？采访你。采访啥呀？就是马上进组了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刚到酒店，然后现在去吃个饭，去放个风吧。买了一家西班牙餐厅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点完菜，在上菜。采访一下你。我采访了，很饿。带卡比兽来吃饭。你人还怪好嘞。我们现在点了一个牛排，然后这个是土豆丸。现在我们的最后一道菜就上。马上要进组了，然后现在碰一个杯。不知道进组还能不能喝到可乐。你好吃吗？算，你吃牛排算蘸这个酱吗？它蘸的是这个。我吃牛排都蘸这个酱，而且我就是我吃的都是五分熟的，就我不能吃。哎，你蘸盐啊？你们怎么拍我？好像比你大。因为没有光。啊、嘴巴都黑了，你快看一下。